你好，嗨，我是宝可梦。非常的难得哈，我们好久好久没有特别就是为了我们的这个影片，我去制作一支精良的影片这样子哦。因为之前呢，就是成效不是很好，所以后来我都不想去经营，然后都是随便就是直播弄弄就丢上来了哈，就是非常对不住各位啦哈。但是呢，因为我们的频道呢，终于在就是一月份的时候已经可以开始盈利了。就代表说我们的观看时数超过了4000个小时，然后我们的订阅数也超过1000人了。目前呢，拍片的当下已经来到了2200多人哦，非常的感谢大家。所以呢，宝可梦要来履行我的承诺了。我的承诺呢，就是呢，要在过年的这段时间，春节这段时间的某一个时刻上传这支影片哦。所以你们一定是有看到铃铛响了，所以才来好看的，对不对？非常的恭喜你们。现在呢？赶快来扫描我们画面上的 QR code， 你就可以赶快来领红包咯。好，真的非常非常的开心。好，为了要答谢大家，这次准备了大概有200包的红包，请大家一定要把握机会，因为马上就会被领光了。好，非常谢谢大家，如果你有看到的话赶快领，如果来不及的话呢也非常的不好意思，没关系，宝可梦还会再就是规划下一档活动，让大家一直都有好看可以领。当然啦，也需要大家的支持哈，非常的感谢大家。希望在2019年，大家都可以赚大钱，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谢谢你们，我们下次直播再见，拜拜。